该县办理113年石龙教育创新整合计划，日前伫嘉义县龙溪农产品展售中心举办石龙教育水井湖过 DIY 体验活动，结合销售以及餐饮推广石龙教育概念，为简单的手作切入健康的饮食。这件课程首推水上乡农会出产的莲藕粉。做伊加伊蚵仔，透过水上乡农会专员传领咱了解莲藕、莲藕粉的生长交制成、藕粉的营养成分，啊，佮有选购蚵仔的撇步，予消费者丰富的知识之路。刷落来由老师的脚手，予两项食材碰撞出 Q 弹的口感，佮农产做成好食的水晶蚵仔粿。哦，现场参加活动的伙伴，唔呐会使学习农业知识，品尝限定的料理，啊，佫会使摕一份食材，等于出力亲手制作，交出力的人共享。小帮手。这是该县农会石龙教育的首项，接下来每一个月拢会设出无同的课程、无同的食材设计。该县农会有责任甲石龙教育的36项意涵分享予大家，更加有责任将嘉义优质农产品发扬光大，做伙来支持食在地、乡当归的石龙教育交流活动。最新新闻整理，请开启彩虹报道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老公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到以后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，就觉得好有压力。你跟他一起新手爸妈吼？对啊，就是第一次生小孩嘛，也没有顾小孩的经验。然后要担心的事情有点多啊，免烦恼啦。咱市政府哦，其实有足侪资源拢会当来运用哦。像讲啊，咱即马家己市吼，都有好运专车的补助，只要是这个孕妇啦吼，哦，坐这个计程车来到咱医疗院所吼、哦，来看医生，还是来做这个产检吼、哦，市政府拢嘛有补助。因呐吼，会当来省你的荷包哦，还可以当吼，哈你咧省去咧找车位的麻烦呢。那真的太好了，以后去医院产检还有看医生，就会方便很多。搭计程车最方便呢。对啊，各有哦，各有孕妇的产前检查补助嘛是有哦，相关哦，一旦包走3500块哦。真的、哦，我以为只有搭车才有补助哎。哦，一个一个有，我各有新生儿的这个筛检补助啦，一旦哦，当您这个宝宝出世了吼，提供相关1000块的筛检补助哦。这样政府这补助很多哎，真谢谢你，司仪大哥。别客气啦，除了咱这产前的补助跟服务吼，第三楼呢，全公司生育津贴啦，到宅坐月子、育儿照顾、喘息服务都有哦。哦，那这样真的很不错哎。对啊，难怪人家说嘉义市是幸福城市。嘉吼拢是咱家己的特色服务啦，为着呢，就是要让咱家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在育儿时阵会当减轻因的经济压力，同时呢，也给所有的家庭上大的支持。谢谢大家。好听去，大大细细拢介意，这就是咱幸福的嘉义市。